一贯假话，好吗？好，来，谢谢刚强哈、哦，我们的这个漂亮宝贝呢，带来我们的这个列车接力唱哦，来开启我们今天舞台上面的序曲啊、也拉开我们今天舞台上面的节目、哦、来呈现给大家。阿兰给那明呢，请那边关心我们的圣殿宫哦，来恭祝我们的这个我们恭庆啊，李泽君尼，可以说相当的不简单哦。所以呢，今天呢，也我们现场的朋友哦，我们的不只能好我们的信使啊，信属待定一完。还有我们的各宫庙，还有我们的现场的正头的朋友呢，大家呢也抽空你们的宝贵时间，一同的来到现场呢，跟我们的这个公主哦，再一次的万分感谢大家的莅临哦。啊，今天有参会的，那今天恭庆大地的那所有的好朋友呢，大家回去拢会当来身体健康，万事大家平安，拢会当大赚钱。啊，咱做事业的大头家、大老板呢，大家拢会当做生意，拢会当生意兴隆、同舒海。在玩滚滚弄一档霸屏来哦，希望我们现场的朋友呢，今天来到现场哦，不只能可以看到我们的这个传统的我们的台湾这个民俗的文化，我们的阵头以外呢，哦，还有我们今天舞台上面呢、哦，我们的一连串的我们精彩的这个漂亮宝贝以外，还有好听的歌曲会来呈现给大家，带来我们今天的哦这个欢乐的时刻，也希望我们现场的朋友来度过我们今天的我们的这个美好的夜晚哦。那不止呢，我们现场的除了这个非常好看热闹的阵头以外呢，还有这个美妙的歌声。阿兰甜甜的朋友好，请讲哈。奥西爱假崩西干搞我们旁边，哎，还有非常的贴心，就甘心给我们的旁边我们摊位的老板们哦，哎，有这个烤鱿鱼啊，烤香肠，还有这个非常好喝的饮料哦，来这个我们现场的朋友，大家如果肚子饿都可以这个啊、促进一下消费，跟我们这些老板们大家多多的捧场哦。啊，敲门哇，你感觉不怕光狗？请问我有免费的鱿鱼跟香肠可以吃吗？开玩笑，开玩笑的，不要不要不要，你们赚钱也很辛苦，而且这么炎热的夏天，因为现在夏天到了哦，这个老板哦，这个还有我们这个烤鱿鱼的老板，这个要这个用这么暖和的炭烤，真的很热，不要啦，你我等一下跟你用买的啦，跟你开玩笑，我帮你们拉一下生意哈、哦。那希望我们现场的朋友待会呢，哦，看热闹，哦，看到肚子饿了，还是说看我们今天的节目，看到肚子饿的朋友哈、哦，都可以到旁边哎，促进一下消费哦，哎，帮我们这个旁边的摊贩的我们的老板、老板娘呢，多多的帮我们的捧场哦。那今天呢，我们的节目呢，从我们6点到8点半会呈现我们精彩一连串不同的节目哦，来给大家哦，来不同的视觉的效果，希望我们现场的朋友能够喜欢，也呼熊刚香。给那里那里赞助哎，那里哦，我们的两位哦董事长，好、哦、也是我们今天赞助的我们的这个老板哦，有我们的副主席陈光彩，陈副主席，好、啊，以及我们的罗志仁罗董事长，感谢我们两位董事长为我们今天关西圣殿宫哦，来帮助我们的恭庆20周年的我们的绕境祈福大典的这个我们的这个非常欢乐的节目，帮我们赞。今天呢，让咱这位两位讲的吼，今天让你开偌济，让你赚进去几千块、几万块，也祝福我们这两位董事长呢，能够呢宏图大展，步步高升哦。好，那我们呢也非常感谢哦，代表我们今天的服务团队呢，也要来感谢我们的今天的圣殿宫，我们所有的全体的这个管理委员，还有我们两位董事长呢，让我们今天霞富影视传播公司有这个机会来到现场来为大家服务，也谢谢呢我们现场的朋友，大家也给我们这个机会，哎，可以呢看一下我们今天的安排的节目哦，谢谢大家。好，那我们赶快呢来安排我们第一位漂亮宝贝哦，来呈现我们的这个好听的歌曲来给大家欣赏哦。首先安排我们第一位哦，这个也是实力派唱将的哦，邀请我们的哦，那他不是实力派吗？他是六力派的哈、哦，差小腿一点，不过他唱歌也是很好听嘛哈、哦。来邀请我们的小珍，来带来好听的歌曲，来首先安排第一首歌。谢谢小珍带来首《大田后生宅》，一同来欣赏。好嘞，第一首歌就安排这么好的歌曲哈，来邀请咱听众朋友来做回来听唱哦，谢谢大家。来，老师可以下歌了哈、哦，每次要下都下好久。我都要等好久，我喜欢动作快一点，好吗？
这首大屏幕身材很好欣赏。我出生的地方叫做大屏县，仙女很多，小姐们都很团结。当街头的路边有很多大长腿，零零后的同学不会说翻脸，做上自信的可怕的不甘，只做大路做难的那一日喵喵的，一干一干就一干，我是后生的红道路大脸桃道，我就是要他变真的是，而且我们的圣殿宫哦，可以说今年二十周年了，特别的这筹划很久了，对，所以呢，今天呢不简单，安排的真的非常的圆满顺利哦。是，那一样，我们还是来到这边，能跟我们现场的朋友大家来问候一下。好嘞，支持呢，在这边朋友们能够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心想事成，谢谢。好，那一样呢，我们紧接着继续再来安排我们好听的歌曲，继续来呈现给大家。好，谢谢，带一首台语歌曲《四公牛》，一同来欣赏，谢谢。Thank you.
谢谢感谢我欣赏。好，谢谢，来补充一下哈，来借我插一下话，你不要误会，我只是要插话而已，不是要深入的插入哈。来开玩笑，啊，今天年不急哈，大家呢为着咱今天我们的这个哦，咱的公共的公平哦，咱20周年以外哈，我听到好像咱第二位有一挂咱的朋友哈，咱的共同的大老板，哦，大家呢有几次几股来出来了，像刚刚我的这个刚刚有报了两位董事长啊，今天来赞助我们今天舞台上面的节目。那今天呢，我们的老板就是咱今天这个舞台车的老板，是我们的祥富影视传播公司，我们的彭福生彭老板哦，也赞助我们今天的豪华精致舞台车。哇，哦、老板真好。认识我们老板是大家的福气，老板大手笔都可以做免费的是吗？老板真的大手笔，其实老板都是看人相挺的，知道吗？对，今天呢，也让刚好咱家那里我们的圣殿宫哦，那里永驻，我们可能在那里住你不一晚，大家可能拢感情，大家拢足好诶哈，这个大家拢辛苦到底嘿。所以呢，我们的老板也是，当然也是这个非常有人情味的人、啊，当然要力挺一下、啊，是不是？哦，所以我们今天老板哦，刚刚两位董事长是赞助我们今天舞台上面的节目，是，对，所以我们的这个老板是他、啊。啊、舞台车的老板，我们今天也是都是老板，都是老板，都是老板。对，谢谢我们这几位老板哦，也为我们今天的这个公庆哦，帮我们这个赞助哦，谢谢大家哦，这个为我们今天圣殿宫哦，这个20周年，大家呢都真的努力的这个帮我们的付出，也承蒙大家呢一直以来20周年的这个照顾哦。好，那我们一样呢，紧接着赶快继续再来安排歌曲。谢谢的节目就是你的答案，一同来欣赏。好，来继续安排。感谢世界救救我，我原来在异乡，为了人们就在。感谢我曾经沉默，对你说的电话，可有不敢懦弱。迎着风，期待大家接受所有的祝福，向着风，拥抱彩虹，勇敢的向前走，用力用力来把光为了做黑暗，哪怕一切抗拒，我能找到答案，哪怕让你这光就是像黑暗，扛起所有的孤单。我也还在路上，为了人们祝福。感谢我曾经沉默，也没什么变化，可又不敢懦弱。迎着风，期待大家接受所有的祝福。闪着风，拥抱彩虹，勇敢的向前走。谢谢我们的老板，感谢您的欣赏。来。
谢谢我们的小珍，不好意思，你要救场，又要救我擦一下，对对对，好来，阿雷姐哈，来跟大家来报告一下哈，咱今日为着咱今日嘞，咱嘞本奖哈，来庆祝着咱二十周年，好，咱今日嘞，咱国友奖，哦，咱嘞好朋友，以及咱嘞顶头，咱嘞好朋友，大家嘞这个不知道，好像从早上就开始进行到现在了哈，大家弄就辛苦哎哈，辛苦了，因为而且呢，又在炎热的夏天呢，哦，举行我们今天这个大典，大家都把了光晒了。对哦，所以呢，这个我们今天的哦，我们的这个新店宫哈，我们的这个助理 V 碗，他也很贴心，有准备我们的晚餐哦，五福米那里按等点心，要给咱听听，比如大家来听听。那等一下，我们现场的朋友如果肚子饿的话哦，在我们舞台的斜对面哦，舞台的斜对面那边，我们的布棚那边，对，布棚那边有准备非常美味的这个我们的台湾美食哦，不止台湾美食，还有热汤，还有这个冰点。好，大家都很想要喝冰的，但这个心里太贴心了吧？对对对，所以呢，我们现场的朋友，这个等一下进入庙之后哦，大家如果肚子饿的话，我们的这个帆布那边我们有储备这个非常美味的这个点心晚餐让大家来享用哦，也谢谢大家今天的从早上到现在大家都非常的辛苦，帮忙我们今天绕境这个圆满成功啊，谢谢大家，谢谢。那我们赶快一样继续再来安排。好，谢谢那个小贪心贼哈，贪心贼，我们继续再欣赏我们小珍来安排一首变化服装的歌曲。